来看法联站的福利项是发动全国创造米三体自治。今日还敢纳入了全国米强人有机米族的第一名。为了推广米食的多样性，福利项农会举办热创业，热创全乡是三只家庭版，穷下来做适合热创的米食料理，总共有三千二桌福利米料理，希望南北就好，热都是一道。希望同住几百个富人阿妹，都打造做好的美食，用啲野菜贴白壳，替代全乡的阿妹乡下野菜，大家都知道同成吃。一个是准备的黑色野菜，是个最会做的菜，因为准备的糯米绿茶饭，因为包的寿司也系米披萨、米面包也掉。农村人啊，都自家方便，自家自由做都好的啦。现在包的啦，条工外头都。唔知头个爸爸妈妈都喺安尼说咧，阿顶都听听安尼说。有十三村哦，各班咧拢个准备，大家交流。为了推广富里米多样嘅食法，富里乡农会替办有些全乡嘅家政班，特办准备两样米食料理，还有农会嘅创意，总共推出了三十二种富里米嘅食法。即系野餐嘅活动哦，唔系讲拿出去就是新面包啊，新麦鸡。蛋糕嘅俩啊，是唔挨嘅传统嘅美食，非常好食吼。啊，你透过唔挨嘅家政班吼，建议发上。富里乡农会也讲，体检富里亚产业主要系乡民向下分享。各地人会去广本，然后来报名参加，然后都嚟做啲筹备工作，识到富里亚美好生意老创意。下个新闻，下面法联报道。